他这个孩子，他这个孩子是警，成年了，他拿的是菜刀，特别锋利，是已经开封的那种，先打开警报，进行震慑，迅速对其行为进行制止，大概就是10秒钟不到吧。帅，原因，因为不满家里什么，我不满我爹把我在外面扔了，家里这边，我现在要出，把他叫出来。那多大仇啊？拿刀砍你爸去了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